只要马英九去中国，国民党都很担心。然后呢，这一次更担心，因为要跟习近平碰面。当然，大家都很注意听，因为决定他们明天要趴在地上哀嚎，还是可以站着讲话。结果就因为那个口误，那个中华民国，你没有发现？国民党都是站着讲话，你会发现今天明显讲话的时候腰都挺直的讲。对对对，他现在都是站着讲话，就因为不管说是他们所谓的一中各表也好啦，或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出现啦，让他们觉得松一口气，就是说我至少不是趴在地上哀嚎。我补充一下，前几天媒体问我说，哎，要马习会了，你们是不是要推通告？何必啦？干嘛那么紧张呢？哎，你之前不是说，如果他没有说中华民国，你要推通告？乱讲啊！乱讲啊！哎，如果他真的没有讲那个什么，就九二共识的那个什么各自论述啊这一段，如果他没有讲到口误的中华民国。你会不会真的不上通告？啊，没有，我今天质询蛮多的。哦，真的吗？老理由嘛。早上那个蒋万安施政报告，对不对？哦 ，OK， 下午还有， okay, 下午还有，所以现在是可以了，现在可以上。所以现阶段大家看，其实这一趟还好啦，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影响力、杀伤力，因为不管口误也好，什么至少淡化很多了嘛。那当然。国民党比较偏向于是故意嘛，那民进党一定偏向于口误嘛，那口误才能说你根本压根就没有要帮中华民国辩护嘛。那这边故意就是说，那故意所为就是要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四个字嘛。那为什么这不一样的解读？为什么萧旭纯要说是口误啊？你说赵春山老师判断他觉得说是口误，可是萧旭纯说还原马习会，联合报这边报道还原马习会。说出现中华民国确实是口误，你去问马前总统，你看包括他回来怎么问记者旁边怎么问他都没笑而不答，然后就赖世宝讲了一个啊故意的啦，可是因为萧旭纯总是可以代表他了，执行长嘛，对，他说是口误，就为什么要去承认这个口误？因为模糊的空间有很多时候，对啊，你是最美的，你是最好解读的，但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口误？因为不讲口误的话，明年去不了，不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你就看到中国国台系统有人事变化哦，有人要丢官了，对，有人事变化，有人事变化了，搞不好统战部都有事。你有人事是在有人事变化的话，在人民大会谈是蔡奇，那就可以严重。那马英九就下次还要去吗？虽然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多来多来嘛，以后常常来，客套话都这样讲，你常常来嘛，但我不一定要见你嘛，不是每一次都要见。我说我不一定要见你嘛，你可以常来。我觉得萧旭纯说口误哦，我觉得萧旭纯这一个说法可能是为了下次要去啦。你注意看前面，我不晓得是邱坤玄听错还是什么，他是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不晓得听的不清楚还是什么，你发现邱坤玄突然这样转过来看马英九，那他可能是听错，认为你是不是讲错了过来？你看他是有动作的，但是听到中华民国是很淡定的，所以你从前后那两段你去看，如果是说错或听错，那前面邱坤玄的动作怎么会是突然转过来看马英九？突然他是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其实那个族字我。那个录影的时候我一直在重复听他是讲什么也听不太清楚，就是那一个中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时候，邱坤玄突然转过来，因为这一句话马英九一句就说了嘛，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对啊，如果说这一句话如果邱坤玄听没有听错的话，他怎么会突然做这个动作？那表示他应该对中华民族是不是听错？那反而正是中华民国的时候没动作，反而没动作，所以你的结论就是那是反复算计过的，故意的，故意要去讲出这一段的。我都觉得马英九是不是在家里练了好多次？因为你注意看他讲中华民国的时候没有看稿，他是抬着头说中华民国，然后突然回低头的时候讲中华民族，心中有中华民国就会讲出来了。可是这里面有更大的玄机是什么？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邱坤玄突然动作，是不是原来稿子里面写中华民国？
不会吧？没有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没有，因为。因为我看他在讲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时候，他是念着稿子，他是看着稿子念的。但是他中华民国的时候，头是他在讲中华民国四个字是没有看稿子的，是低下来以后马上改中华民族。现在媒体都没有拍到习近平怎么反应，对，唯一的习近平的反应才是重点。我觉得习近平应该很淡定，是蔡奇可能眉毛在抽。习近平都没有拍到，对不对？习近平那时候一定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就被带走了，可以撤了，可以撤了，处理一下。所以记者很快就撤走了，对，他就处理一下。没，其实都给眼色，你前面不管，因为讲到原汁原味，一定要撤。那一个时间你讲到中华民国，其实对面都听到了。那你要讲九二共识的时候，对方会不会怀疑你又来一次狗物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啊，你一定会怀疑嘛？所以人就被请走了。你是不是你前面那一个到底是口误跟故意？我在现场还无法判定的时候，我一定会怀疑你后面会不会有假借口误，所以我一定要把你请场掉啊！你看。我们大家光一个那个他讲这个的时候，旁边的人的表情动作，他的表情动作，习近平的表情动作，要讨论成这个样。民党的朋友有很多人讲说，哎，讲中华民国四个字需要被大家讨论成这个样吗？一中各表不是吗？需要大家讲了以后，每个人出来解读成这个样。人家大喇喇跟你说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人家大喇喇跟你说到祖国宝岛常去走一走。人家从来都不避讳这些，我们讲了一个以后，突然如获至宝，耶！不讲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会讲出中华民国这几个字。问题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为什么要讨论？对不对？就是剪掉了，就对国民党长期以来亲中立场走到大陆不敢呛声。不然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如果国民党每次去都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我他今天马英九口误，我们都不讨论。当然，这就代表没有，就是说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一直是社会上面打问号的嘛。我不要说打叉叉了，打叉叉可能对你比较好，打问号。所以一旦出现了这几个字，大家才会讨论嘛。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都好，但你看媒体上面有人在讨论，好歹习大大高规格礼遇了马英九吧？是那个规格上，你说三个政治局的常委，然后包括从哪个厅要去挑选，最后挑东大厅，不管你怎么样，他对马英九做足了高规格。但是相对来讲，也有媒体上讲说，他把马英九规格拉高了，但台湾的规格是不是一样被矮化到地方？当然是拉低了。这一次当然是拉高马英九，拉低台湾嘛。那么讲。那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你在看台，不是只看台湾媒体的反应，还要看中国媒体。那在那个降完之后，不晓得是中宣部还是哪个单位哈，也有给中国媒体发那个新闻指导。在新闻指导，比如说我们看到东大厅，对不对？我们的媒体会怎么去讲东大厅？或者你 Google 一下东大厅什么？你会看到啊，以前美国总统啦，或者很多国外的政要啊。跟中国国家主席见面的时候啊，不是只有习近平哦，包括之前的东大厅都是常常去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哎，东大厅好像蛮平等的。可是中国相关部门给中国记者的新闻指导提示的是什么？东大厅是什么？是这个中英、香港、中葡、澳门，交接点要回归。前置的地方没有，他我跟你讲，他都算还客气耶，他没有括号马英九香港出生。好，那你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细节。他为什么要去提示这一点？你认为他只是对做大内宣吗？不是。就在跟中共互动或者交手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要知道啊，那个每一个场地都有意义的。你如果只看表面用靠 Google 的话。你就会忽略掉中英的那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里面不是看台湾媒体怎么解读、啊、是要看他们给中国媒体，央视，因为这次马习二会，央视最重要嘛，总台嘛，总台他们有一个群组，应该是微博群组，但不用 LINE。
包括有一个那个台湾媒体拍不到镜头，就是马英九有个休息区，休息区摆在哪里？新疆厅。嗯，新疆厅，从新疆厅然后走进北门，然后再走到这个东大厅，这个所谓的漏网镜头啊，在央视的这个群组，因为央视会带其他的那个媒体啊，特别就讲到这一段。好，那新疆厅你会有什么想法？就休息区摆在新疆厅，台湾的记者摆在台湾厅，在教育，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注意这个细节？那就马英九个人，新疆厅有什么特别的吗？新疆人权除了创下刚才冒的那句话，我就跟你讲新疆人权的问题啊，就有那么多厅，是为什么是安排新疆厅？就是摆东大厅，之前放过来有台湾厅，有福建厅，最后是东大厅，那一路是怎么在思考的？它是动态的吗？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跟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你不能看我们这边的媒体在想什么，你要看中共本身他的新闻指导的时候，给他自己的媒体写什么。都好，刚才俊宪委员讲了一段，他上礼拜就讲说，会不会习大大也趁着这一次的马协二会。透过马英九释放出对台湾某种程度，好了，你不管讲叫统战也好，叫什么的，那个善意就是，你上次上礼拜俊秀文讲的也是说那个大陆组团啊什么，当然很明显，所以他讲说大陆反正都是揣摩上意嘛，所以他讲说啊，大家台湾大陆的民众啊，大家可以到祖国宝岛常常走走看看，某种程度是不是下面的人就哦常常走走看看，赶快开始作业，那当然，所以这些都是他在中间要这样。因为王沪宁他们都在负责对台的，这个当然会，这个很明显是讲白话文。可是你再看习近平这次挑马英九在这个时间点去的时候，不是只有对台统战而已，不是说基本上第一个他换一个面孔，要用一个比较和平，这次不是大野狼了，这次是大野狼变成不是小，我们是小红帽，大野狼化妆成老婆婆，还有一个是讲给美国、日本他们听的，因为马英九去，为什么这次他要一直用民族认同，用民族，就是告诉你，两岸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他还是对应的美日非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这个基调没有改变。那你再看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例子，因为这次例子被封杀的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是我们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那么讲，因为世界台商总会在越南开年会嘛，里监事会议，你知道蔡启昌可以去，江启臣不能去，为什么？江启臣的 title 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副院长，中华民国立法院副院长，所以你在看整个马习二会的时候，你不要有太多幻想。他会不会有重新包装放软的那一面？有，当然会有。但是他的底线该守的也不会放。所以你会说，因为马协二会就没有军机吗？不会，他也许架次数量会有所改变，可能就不要一次来十几台，可能改成个位数的。那一天是14架攻击，6架军机。对啊，不要这样那么快吐槽吧，那个还没收到指令。但是你从越南这一次，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蔡其昌可以去，江启臣不能去。那当然，另外一个被受邀的是徐嘉清，侨委会委员长，他更不能去，因为他是行政官员。好，那你从这个过程中就看，回过来我讲说。你在看东大厅的那个新闻指导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把台港澳行政特区又那个底线是拉着的。公开讲的，其实从2015年的马习一会到马习二会，一个中国那个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事实上，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在2015年那一次马习一会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讲一个中国。马英九。到底是口误或什么？第一次马习会的时候，核心幕僚有提示他在闭门会议的时候要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实际上在会台上是只有九二共识没有一中各表。那一件事情，核心幕僚里面其实是内心有很多圈圈叉叉的啦。
谁可以决定马英九？嗯，马英九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所以你在看到马习二会的时候，我相信萧继成讲的那个真的是口误。嗯。因为不可能在那个场合公开讲出那个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说要看马英九 的表情？讲完赶快就脱改口，那个转得很有点硬哦。你说是事先上半推演吗？我保留。可是马英九有没有被拉很高？王沪宁在前一天晚上在中南海的那个万柳堂设宴，当然高规格啊。